表示生囡仔是南山，本宫是无爱生，我若要认真生，十个八个，互你抱袂去，将听无你的代志，你敢入去？我叫你安怎？今日已经死，希望妈妈代志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我无希望我伊扑死在遐，希望你会当替我好好守我。我将你的心愿，我一定选一个好地你甲待。小妹，在这里。罢了，来将小姑来带。小姑，你看清楚，厝内代志我不准你甲走来风声。这个夭寿死囡仔尸体，你甲找一个风狗压我。野兽愈侪愈好，好野野兽做点心，听见了不？好歹你搁爬起甲讲话，嘴这尔啊厉害，讲话句句甲我糟蹋，你表示我这尔啊亲，害死野兽死啦！天灾地灾，本就灾医治我就无人管啦！公主。哎呦，我以为是到遐来大分去食，我详细原来是乌白讲，安那？你是在偷偷滚出的新闻呢？讲着讲，哈，白色白母啊，我惊师傅啊哈，阿辉也是我一出安尼吼，我细汉念到即摆已经手会啊咧，啊你安尼话我，你该怎呀？哎呦，我来讲，我害死这个死囡仔，敢若累死一只狗一样。你看不无用，我白讲，你是要安怎样？你若想要告分赃，我提一寡钱，拜托你甲我告。你当作我唔敢信？我乌白讲的，我双脚两只脚拢倒好好，我哪要来去告你？足简单嘞，啊！你要提钱叫我告，你是讲你唔惊官司就对啦。好，既然你若是惊官司，啊，告一人你我唔相信你袂惊。什么人？你让伊阿通地，安怎？我要告你皇帝啦！哈、啊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哎呦，我想要告你一颗腿腿，你竟然想着当金王相遇，我唔对，哎呀，啊、你当初时七年前，你皇军献计，你为马前先后，你原来是有见过当金王相，也哪里，阮皇爷你当然认得，我当然认得啊！我问你，这一次你上天造子，你若存亡要让我死咯？啊，你竟然就敢害死人啊！啊！我无咧，无可能代表你是君主啊！你命背一枪啊！你真是小气啊！你再来！哎呦，你再来啦！哎呦，小气啦！哎呀，好长辈，我们是你阿嫂呢！啊，你对我这尔啊无礼貌，跟我讲话搁大声细声，拄则你讲的是恁孙哦，你甲饲我安尼啊，真可怜！遐阿嫂就安尼，我大无志。吃到这个醋这大个，都只做代志这冲动，我无想前顾后，但囡仔已经死了，你要上天造死，梦到害死人，人讲一命就爱一枪，我要死予你看。念哥，七年前嘛是因为阿嫂，你才离开厝内，你敢讲？穿到这款的，你嘛是你弟妹，足无写实的。我跟你讲，阿嫂无要予你流浪啊，你既然要上天造死，我就爱死，然后你就好好陪你阿爷。也让我给你赔不是，你要来带坐，我亲手泡一杯民松茶，小你润啦，好嘞。唔过我今仔我啉袂落。哎呦，小姐，你代言阿嫂是恁死的人，啊，我让我反省一下，我忏悔，啊，你敢拢无机会？你真正有影要忏悔？对啊，你今仔我阿平咯。是啊。